这第一天要迟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总裁秘书，我叫九。哎，谁是总裁秘书还不一定呢，就你这土包子也配和我争？你就是，珊珊可是哈佛硕博连读呢，别以为当了个秘书就能飞上枝头做凤凰，叶总可是有未婚妻的。切，老娘就是他的未婚妻。我下午和王总有个饭局，你们谁能拿他订单谁就是我的秘书。王总再也不要和王总吃火锅了，你们这个辣椒我可吃不惯。有了，看我怎么整你。叶总，你这回可是带了两个能吃辣的帮手啊。我辣椒过敏，还请你王总见谅，今天带了两位可以让您吃得过瘾。好，这是我从我们四川带回来的超级辣的满天星过的调料。把我那盘辣椒换成不辣的甜椒，我赢定了。他怎么汗都没出？不会他的也是甜椒吧？哟，这俩姑娘挺厉害呀！这辣椒一点都不辣呀！不可能，我试试。看来他不行。你不是吃不惯这辣椒吗？你们这儿的辣椒对于我来讲就是微辣，我当然吃不惯了。不过你的嘴，啊！叶导，你的秘书也太厉害了，跟我们四川人有得一比哦。姑娘，你是哪里人？你们四川人不怕辣，我重庆人，怕不辣。今天我甘拜下风，你吃辣汗都不出，叫我怎么比？叶导，你这小秘书深得我心啊，这单子我签了。谢谢，来叶总。你叫九九，姓九。哦，我姓辛，叫辛小九。怎么了，叶总？没什么，你很像他。他该不会知道我是他未婚妻了吧？